大家好，我是 SP。 在大麦的启发和帮助下，我终于成功制作了我的第一个游戏视频，于是在这里放出来与大家分享。这是由世嘉公司为索尼和360双机种制作的 Vanquish 征服，它是一个动作射击类游戏。这里大家看到的是游戏的训练模式，主要是让大家熟悉游戏的操作和各种武器的转换。We're still working on expanding the number of configurations stored in memory. You can't just scan whatever you want and have it work. That being said, go ahead and activate the scanner. 本来训练模式是没有录制在这个视频里面的，这里放的是一大段游戏的开场动画。但是我刚刚把视频上传到 YouTube 第二天，我就收到 YouTube 还有世嘉公司给我寄的一封信，说我侵犯了他们的版权，所以非常的不好意思，我把大段的 CG做成了很小的一部分，放在了这个训练模式的后面。信里面特别的强调，购买了他们的游戏并不代表你可以随便蹂躏他们的游戏，就可以把他们游戏视频内容上传到网上。于是我连夜诚诚恳恳的，态度非常端正的给他们写了上千字的回复，明确的告诉他们这次是我第一次，以前没有做过，比较紧张，所以位置不端正，下次不会再犯了。就算要录也要分段分批，坚决不大段考录，一定偷偷摸摸的前面加上游戏视频，把 CG 放在视频的中间。好，首先废话不多说，请大家欣赏游戏的开场动画。故事发生在美国的旧金山，一个非常安逸的上午，我们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该上学的上学，该上班的上班。这时候啊，飘在宇宙的美国第51个州，这是同时作为一个太阳能发电机据点而建造的圆柱体宇宙殖民地。这个设施呢，能够将电力转换为微波，传送到地球发电。但是如今这个第51个州啊，却遭到了不明人士的占领，原本用于发电的发电设施变为了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敌人更将原本只是单纯发电用的微波增幅，并将这股增幅微波用来照射旧金山，瞬间造成了50万人死亡。另一方面，华盛顿也接受到了来自俄罗斯之星的宣战通告，这个在俄罗斯透过政变的手段快速崛起的组织，要求美国立刻无条件投降，否则接下来将针对纽约进行攻击。面对这样的威胁，男主角出现。好了，游戏在这里开始了。为什么介绍这个游戏呢？主要这个游戏有很强的速度感，然后它动作，主角的动作也比较多。首先你看，主角在濒临死亡的时候，他所有的动作都会是慢动作，有点像回光返照啊。游戏的格斗动作设计也比较多，可以用拳击，也可以用飞腿。因为呢时间有限，这里呢就简单的看一下敌人的种类和武器的种类，然后呢我们会打两个 boss， 看一下 boss 战的特色。游戏呢一上手，主角就会冲锋枪和散弹枪，枪的后坐力设计和 Gears of War 感觉都差不多。主角呢随便一抬腿，周围就会是掩体，所以呢很好的合理的利用掩体也是游戏的关键。主角这身很牛叉的装备，它有个特别的功能，大家请看这儿，就是可以喷射滑行，可以速度很快的来到需要求助的战友面前，给他们以帮助。在帮助之后，你的奖杯和成就都会跳出来。战场上武器呢也很多，你看前方，主角前方有个发亮的箱子，那就是武器箱，随时呢把它踹开，拿自己所需要的武器。游戏里面的武器有十来种，还是够用的。比如讲像这个大家所熟悉的狙击步枪，大家拿到狙以后想爆头爆狙，想爆什么爆什么，所以狙击枪呢一般是居家旅行出门必备啊， weapon of choice。 Sam, back up. You're moving too far. 战场上如果看到这个发亮的，这就是你的武器升级包，如果吃了它呢，你的武器就会升级。没错，每种武器都是有段数的，段数越高呢它的威力也就越大，后坐力也就越小，精确度呢也就越高，
还有些未知的，我还没发现。这游戏的武器设计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啊，大家注意到没有？你看它的武器是变形出来的，不是主角呢身上背后扛着的，这有可能比较现实啊，不像其他的一些射击游戏，主角小不在意，随后掏出了火箭筒，也没看到后面飞着，火箭筒也就出来了，想轰就轰。这个游戏的制作人呢就比较体贴主角，身上不用背那么多武器啊，都是变形出来的。游戏的敌人呢是以机械类为主啊，你看这里这是一个两条腿的机器人，哎呀见红了，哎呀又见红了，我没有关系了，主角可以通过慢动作让身上的装备散热，这样呢同时我们的血也就血格也就恢复了。然后你在打敌人的同时，如果你的战友挡在你面前了，子弹是发不出去的，主角会说从我面前滚开，但是呢子弹还是打不出去，大家要注意。开门打 boss 了，从背后看主角跑步的动作也不是很别扭，属于性感中带着稳健。当然了，这么显眼肯定不能随便乱跑，随时都有被群劈的危险。主角也不是吃素的呀，能群劈我，他可以发飙，看，你看会飙了吧？千万小心，发飙和自动启动慢动作一样，用完了，你的装备是需要冷却的，会有一段时间差，这段时间差，你就很容易受到敌人的侵害，敌人就可以对你想干嘛干嘛。你看小不在意又见红了，主角动作算机灵啊，可以避开敌人的攻击，你看特别这个滚动非常好用。Burns, I need some backup. Franklin, Rios, you two escort Sam. Everyone else, provide cover. 从这里可以看出主角还是聪明的。你看他老婆让他去开门，去开个门，这么低难度的动作都需要队友的火力支援。游戏考虑到喜欢把子弹疯狂的扫向敌人玩家。在游戏的途中摆放了很多机枪，你可以随时骑上去啊，随便打子弹。Not what I was after, but it'll do.Heat source is coming up from within the substructure. Need a bit more intel than that. Data analysis complete. It's highly probable we're looking at the Russian KNRB-0 Argus robot that's been at the center of the arms control fleet. 好了，游戏进行到这里，接下来留出第一个 boss。这个 boss 场上的特色，它长着一个眉心痣，只要把全部的子弹打在它的弱点上，它的血可以打得比较快的。
Defense. Time to hit hard and make him regret it.